大家好，我叫王开喜，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教师。那么这个下面呢，我们一起学习第二个专题，清廷的对外态度及外交的第五讲。那么第五讲呢，准备讲这样一个题目，叫做"英军退还舟山与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英军退还舟山与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那么讲到这个英军在华，英军退还舟山与这个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啊。那么首先要讲一下，什么叫势力范围？那么我查了一下辞海，那么辞海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呀，势力范围是这个帝国主义国家瓜分殖民地的一种形式。说最初建于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1885年柏林会议。那么按照辞海的解释，那么他的意思是说呢，势力范围最初或者说最早是出现于1885年以后。那么但是呢，我们却发现，是吧？在1846年4月4号。中英两国在虎门签订的《英军退还舟山条约》当中就做了一个规定，做了什么规定呢？他就说，英军退还舟山以后，那么大清皇帝不能够把舟山让给其他国家。那么通过这个条约，按照我们国家史学工作者对于有关势力范围的一种解释。我们会发现，英国人不但开了西方列强在华提出划分势力范围的要求这个先河，甚至呢是西方列强关于划分势力范围的一种最初的表示，是吧？因为按照这个辞海的解释呢，划分势力范围最早是在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那么但是在1846年中英有关归还这个舟山的这个条约当中，就有划分势力范围的这种含义。那么，但是呢，我们国家的一些搞史学的人，是吧？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是吧？那么人们没有给予关注，我们看一看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一些论著，一些论文，是吧？甚至没有提到这个事情。那么更没有提到，那么英国退还舟山与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之间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关系？没有人提到这个问题，那么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讲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就是谁，或者哪个国家最先提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要求？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势力范围，人们一般呢又把它称作呢叫做这种利益范围或者叫做权力界限。那么这个势力范围呢，应该说是帝国主义国家在瓜分殖民地的过程当中的所形成的一种侵略形式一种侵略形式，是吧？那么有的侵略形式直接占领这些国家，是吧？把它变为殖民地。是吧？有的呢是采取划分势力范围的办法，它也是一种侵略形式。那么这个划分势力范围最初的含义是指西方的一些资本主义大国，是吧？为了各个国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自由行动，彼此之间互不干扰，而划定的一种彼此认同的、认可的地域范围，哪个地方属于英国的，哪些地方是法国的，是吧？哪些地方是德国的，是吧？它是划定了一个彼此认同的一个行动的这么一个地域范围。那么在1884年12月到1885年2月，是吧？由西方几个主要国家，像英国呀、法国呀、德国呀，是吧？这些西方主要国家一共有15个国家参加的一个柏林会议。
那么这个柏林会议呢，是解决他们这些国家在非洲的啊这个势力范围问题。那么这是最初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啊一种情况，一种含义啊，就直接啊划定某个地域为某个国家的自由行动的，其他国家不能够进行干涉的啊这么一个地域范围。那么后来这个势力范围它的含义又有所发展变化啊，变化成什么呢？就变化成某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它的强大的政治实力、军事实力或者经济实力，是吧，要求另外一个主权国家，是吧，承诺什么呢？不把本国的某一个地区割让给第三国啊，要做出这么一种承诺啊，或者说呢承认这个资本主义强国在某一个地区具有政治上的啊或者经济上的这种优先权或者独占权啊，就是承认一个国家在某一个地区有啊政治上经济上的一种独占权。那么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就属于这个含义上的啊，或者说这个层次上的啊这种势力范围啊，就还不是像那个柏林会议上明确划分这个地区，是吧，这个地域就是某个国家的势力范围啊，它是这个含义上还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中国史学界啊一般的都是认为呢，最早向中国提出划分势力范围要求的是法国的驻华公使，叫做施阿兰，在1897年的3月给清政府总理衙门的一个照会当中提出来的啊，就是由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啊，在1897年3月啊给总理衙门的一个照会当中提出来的啊。那么这个照会当中啊，他就要求清政府做一个声明啊，声明什么呢？要求清政府声明不把海南岛割让给其他国家啊，这是1897年3月啊。那么在3月15号的时候，总理衙门就正式给法国发了一个照会啊，在这个照会当中清政府声明啊，声明什么呢？说查琼州啊，琼州就是指的海南岛，说查琼州属于中国，中国国家自有之权何能让与他国啊，就是表示啊清政府不会把琼州把海南岛割让给其他国家啊。那么在这之后，像俄国、英国、德国、日本啊等国家，那么纷纷的呢就向清政府啊提出了一些要求啊，要求清政府要发表声明啊，不能够把某些地区啊割让给某些国家啊。那么当时清政府迫于列强的压力啊，就是多次啊给这些国家致送照会啊，叫声明，声明什么呢？说中国的某某省某某地区啊，说这些地方呢都是中国的要地啊，说中国断不让与或租给他国啊，中国不会把这些地方让给其他国家啊，说某些地区某些省啊是中国的要地啊，无论何国中国断不让与或租给也。那么也是说清政府宣布，你比如说山东省啊不让给不割让给其他国家啊，或者说海南省啊海南岛不割让给哪些国家啊，或者长江流域各省不割让给哪些国家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说这些地区呢就成了某些国家的一个势力范围。那么这个法国公使施阿兰他是讲啊，他说呢，法国迫使清政府啊宣布不把海南岛割让给其他国家啊，是这个时期，就是指的19世纪啊19世纪末1897年这个前后啊，是这个时期是吧，那些指望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大国当中，是吧，迫使中国政府发表的第一个不割让声明啊，就是施阿兰认为说他所提出来这个要求清政府宣布不把海南岛割让给其他国家，是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啊发表的第一个声明啊，不割让声明啊，或者说西方国家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第一个声明。那么我们看一看，就是在这个时期，他所讲的这个时期就是19世纪末啊，这个时期
其实迫使清政府发表第一个不割让声明的啊，这个国家不是法国，而是英国。那么在甲午战争以后，英国和法国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啊，掀起了一个激烈的竞争，是吧？就是争夺殖民地。那么在英国的这种外交的这种压迫之下，那么清政府在1897年2月4号啊，那就是早于法国这个施阿兰啊，在1897年3月3号啊，要求清政府发表一个声明，说不割让啊，不把海南岛割让给其他国家。那么清政府在1897年2月4号那么在同英国签订的一个条约，叫做续议缅甸条约付款，有关缅甸问题的啊，清政府和英国政府的啊一个条约，因为当时这个缅甸呢是清政府的一个藩属国啊。那么在这个续议缅甸条约付款当中啊，有一款呢做了一个规定，他说啊，那么清政府中国在没有经过英国政府的同意的情况之下，没有和英国政府商量的情况之下啊，不能将现在仍归中国在梅江左岸之江红土地以及孟连与所有梅江右岸之江红土地或全地或片土让与他国，就说中国是吧，在梅江地区的这些土地没有经过英国人的这种同意啊，清政府是不能够把这些土地的全部土地或者某一部分土地让与其他国家啊。那么也是说清这个当时的英国政府啊，就提出来他在这个地方是有特殊利益的，这些地方不能够让给其他国家。那么也是说在1897年2月的时候，英国就已经开始向清政府提出来划分势力范围的这种要求。那么因此呢啊，就19世纪末而言，最早向中国提出划分势力范围的不是法国，而是英国啊。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最先在华提出划分势力范围的要求啊，这是指的19世纪末。那么但是这个问题我们要反过头来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西方列强在中国提出来划分势力范围是不是在19世纪末。那么我们国家的史学界一致认为西方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是在19世纪末啊，是在1895年啊，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在中国掀起了瓜分狂潮，各个国家迫使清政府发表声明啊，在这个时候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始划分势力范围啊。那么我看一些材料呢，似乎不是这样啊，就说最早表述啊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应该说是英国，它要更早。那么这是后边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英军退还舟山与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啊，这第二个问题啊，英军退还舟山与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那么讲到这个问题啊，我们要讲一下这个事情的由来。我们都知道在1840年英国对华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啊，那么英军占领了中国的很多地方啊，那么其中一个地方就是舟山啊，舟山啊，那么当时是叫做定海县。那么在战争结束以后，在1842年啊8月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啊，南京条约当中有一款规定，经历有一条规定，那么这个规定啊，那么平常我们在讲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呢，很少谈到这一点啊。那么讲到南京条约的时候，讲中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赔款2100万元，是吧，是讲很多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个南京条约当中有一条规定啊，怎么规定的呢？是这样规定的，说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啊，定海这个舟山海岛，厦门厅之鼓浪屿小岛，就是厦门的鼓浪屿啊，仍归英军暂为驻守啊。说这些地方虽然中英签订条约了，南京条约了，战争状态已经结束了，但是舟山岛
和厦门的鼓浪屿还有由英军来驻守。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左翼洋银，就是中国对外赔款2100万元全部交清，中国答应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已经对英全部开放之后，那么到了这个时候，那么英国人即将驻守二处军事退出，不再复据，说什么呢？只有当清政府对英交纳了2100万银元，清政府如约的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之后，是吧？那么这个时候英军才从鼓浪屿从定海撤兵。那么这样到了1845年的8月那么清政府就如约的逐渐的开放了，是吧？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对英赔款2100万元也交清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是吧？英国人就必须要从定海，是吧？从舟山，从这个鼓浪屿撤军。那么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有一部分英国人提出来说，定海这个地方非常重要，是吧？靠近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是吧？它是这个长江的出海口地理位置很好，就希望要占据这个舟山。那么后来这个英国政府权衡了各个方面的利弊，是吧？没有向清政府提出这种要求，是吧？那么英国人呢就要把舟山呢交还给清政府。那么在谈判交还舟山的时候英国的驻华代表叫做德辟时向当时的两广总督齐英就提出来提出了四点要求。主要内容我讲两点。一个就是讲，一旦清政府把舟山交还给中国之后，中国不能够把舟山另给他国，不能给其他国家。那么第二点就是清政府，是吧？重新，是吧？占据重新对这个舟山有了主权之后或者说英军把这个舟山交还给清政府之后，如果有其他国家侵夺舟山，那么英国人要帮助清政府进行防御那么做了这么两点这个规定。那么从这两点规定当中可以看出来，这个时候英国人已经把舟山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或者说英国人认为他在舟山有着比其他国家更重要的这种关系和特权他有更特殊的也是特殊利益。那么当英国人提出了这种要求之后那么这个齐英认为说这个舟山呢虽然是孤悬海外的一个小岛，是吧？那么离这个大陆呢还是有一段距离，是吧？说但是英国人既然已经把舟山归还给了清政府，归还给了中国说中国呢断不至给予他人。他当时想的很简单，说舟山虽然很小，孤悬海外，但是你既然已经给了我们中国，我们怎么会把这些国家让给其他国家呢他说而且现在也没有说发现哪个国家提出来要占舟山他就不理解说英国人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种说法那么因此齐英他就做了一番揣度，他就揣测英国人为什么要提出这种主张。那么因此齐英在给道光皇帝上的奏折当中，是吧？他就似是而非雾里看花的，他就做了一番推测他的推测有这么三点。他说一个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他们历史上有积怨有矛盾，是吧？那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呢，法国人曾经提出来说要帮助清政府呢去对付英军，是吧？他说这次法国公使来中国之后，那么同齐英呢有过接触后来不是签的一个中法这个条约他说这个时候呢，这个英国人是不是怀疑到清政府要用以夷攻夷的这个办法利用法国人来对付英国人，是吧？他说这个英国人是不是担心说清政府要留一部分法军在舟山，是吧？来共同对付英军，因此英国人就事先讲这些地方你不能够割让给法国人，
如果说有哪个国家外国是吧占领了舟山，那我要帮助你清政府来防御啊。实际上呢就是要防止其他的国家占领舟山。那么这种解释应该说是清政府最容易接受的一种解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隐喻着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西方的这个各种夷人，这个外国人包括法国人啊，是乐于接受啊清政府的这种利用的，是吧？隐喻着天朝可以控制外夷，是吧？那么法国人对清王朝是很驯服的，很像话的啊，那么反映了他的一种以夷制夷的这么一种得意的思想啊。那么这是当时呢齐英呢做了这么一种估计。那么第二个估计啊，就是说呢，各个夷人当中啊，西方各个国家当中，确确实实有些人啊企图占领舟山，而且这个消息被英国人知道了，就是英国人呢事先做一个声明啊，做一个事先的一个防范啊。那么这是第二点这个揣度。那么他怀疑的第三点就是说呢，这个英国人之所以提出来啊这样一个说法啊，或者说他另有想法啊，是什么想法？齐英讲，他说我也搞不清楚。那么这是当时齐英啊对于英国人提出来的啊一些要求的一些理解。那么这个时候啊，恰恰是英国人要进入广州城的这么一个时间，是吧？英国人要进入广州城是从1843到1849年。那么这个时候道光皇帝呢，他就多了一个心眼儿啊。道光皇帝说担心呢，如果这个时候英国人把舟山退还给了这个清政府，那么英国人就会讲，我已经如约的把舟山退还给了清政府，那么你清政府也就必须要如约的把广州城开放给英国人啊。当然当时这个清政府是不愿意把广州城开放给英国人的，因此道光皇帝就提出来啊，英军是不是可以暂缓交这个舟山啊，就跟这个齐英说啊，同他呢先不要讲这些问题啊，以后再这个归还舟山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啊，那么齐英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啊。齐英认为啊，说英军退还舟山是有条约规定的，是吧？清政府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交了赔款之后，是吧？英军就要退还舟山啊，说按照条约来执行啊，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么这样呢，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交涉之后啊，那么齐英对于英国人为什么要提出来啊前面几个附加条件啊，就是清政府不能够把舟山让给其他国家，如果其他国家占领舟山，英国人要帮着清政府来防守啊，那么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他又有了一种新的啊一种看法啊。那么他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啊，很有可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呢互相勾结啊，搞的一个阴谋诡计啊。用他的话说，这英法呀是心怀叵测啊，怎么样呢？他们暗箱勾结是虚构兵行啊，就制造一种，是吧？法国人要占领舟山，那么英国人呢，那么就帮助清政府，按照条约的规定帮助清政府来防守舟山，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英国人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目的，是吧？最初我是遵约把舟山退还给了清政府，那么因为后来法国人要占领舟山，那么所以说我又是遵约呢，是帮着清政府来防守啊。那么这样这个英国人呢可以呢很顺利的啊继续占领舟山。那么这是当时啊齐英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估计啊。那么尽管如此，齐英对于这个问题表现出了非常谨慎的一种乐观情绪啊，尽管他有所担心，但是他还是比较乐观的啊。他认为什么呢？他认为在中英有关归还这个舟山这个条约当中，如果把上述所讲的这两条啊写入条约当中啊，是有益无害的啊。为什么有益无害？他当时是这样理解的啊，他说呢啊，把这两条写到这个条约当中去啊，说以后未必时有其事啊，说未必一定有哪些国家要占领舟山，是吧？要割让舟山，未必一定有这个事情啊。
说既然没有这个事情，那么清政府呢也就不会去借用其力啊，就不会是借英国的力量来防，来这个防守舟山。他说这是一个估计。那另外他讲啊，他说当法国人或者其他国家听说了这一个消息，是吧，说这个地方啊隔这个归还给清政府之后，清政府不能够割让给其他国家。如果哪些国家占领舟山，英国人要帮助清政府防守。他说这样的话，这个法国人呢就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啊，有没有必要，值得不值得为争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啊，舟山他认为地方很小，弹丸之地，是吧，那么既得罪天朝又得罪，是吧，这个英国啊。他说这样的话呢，说这个法国人啊，或者哪些国家啊，只要他稍微知道一些利害关系啊，既不出此，他不会去这样做，是吧，避免引起同清政府之间的关系的这种紧张，避免同英国之间的直接发生这种冲突啊。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啊，道光皇帝就命令齐英，是吧，所有议定条约着即照所议办理啊。那么有关舟山的问题，按照你跟这个英国人谈判的这情况来办理。那么后来历史事实证明啊，齐英的当时这个估计还是有他的道理的啊。那么这个事情我简单的说两句。我们都知道，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啊，法国的啊这个法军统帅叫做孟托邦，他就提出来法国应该占领舟山啊。但是当时这个法国的这个公使啊，就是这个全权代表叫做葛罗，他就考虑到是这个舟山呢本来是被英国占领了，英国又归还给了清政府，如果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法国要求占领舟山的话，不但会啊成为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诱因，而且会成为与英国发生冲突的诱因，是吧？因此当时这个葛罗呀没有向清政府提出来要割占舟山啊。那么这个和当初齐英这个设想呢还是有吻合之处，是吧？那么这样啊，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交涉，在1846年4月4号啊，中英两国在虎门就签订了英军退还舟山条约啊，正式签订了一个英军退还舟山条约啊。那么在这个条约当中做了几点规定啊，最主要的是两点。第一，英军退还舟山后，大清大皇帝永不以舟山等岛给他国啊，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舟山等岛若他国侵伐，大英主上应为保护无虞，仍归中国驻守。那么做了这么一个规定，主要是说清政府不能够把舟山让给其他国家，是吧，一旦哪些国家占领舟山，那么英国的女王就要派军队啊帮着中国来驻守。那么做了这么一个规定之后，到了七月份啊，英军全部从舟山撤军啊，那么这样舟山就完全归还给了中国。那么当时这清政府是吧，为什么同意把英国人提出来的这两点要求要写入这个舟山啊退还舟山这个条约当中去，是吧？那么他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啊，是当时中国刚刚沦为西方国家的啊一个半殖民地啊，这个时候英国对中国的这种影响啊，这种危害还不像19世纪末那么大啊。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40年代英国人提出了这种要求的时候啊，清政府还不可能像19世纪末那样啊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啊那种严重的危机，是吧，他不像19世纪末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有一种瓜分豆泡的啊这种严重的民族危机感，对吧。那么在40年代的清政府更不可能认识到英国的这种要求啊实质上是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啊，
也不能够理解到这是对于中国主权的一种侵夺啊，或者一种损害啊。因此在那个时候呢，那么他就认可了英国人提出来的这种要求，把它写入了这个交还呢退还归还这个舟山群岛的条约啊。那么根据以上所讲这些内容啊，我们可以看出来，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845年，那么英军在退还舟山的时候啊，英国人就向中国提出了势力范围的要求。那么在英军退还舟山事件之后半个世纪到了19世纪末，那么西方列强国家把英国人提出来的划分势力范围的要求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瓜分中国的行动实实在在的行动。那么根据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英国是列强在中国提出划分势力范围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提出者或者叫做始作俑者或者更明确的讲，西方列强在中国提出划分势力范围的要求更早的可以追溯到1845年英军退还舟山的时候那么这是我讲到的英军退还舟山问题与列强划分势力范围这个问题的一个关系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讲到这里。